不错，但是对手有一点点的小失误，让我有机可乘。不是小失误，他会落后1.1两圈左右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红，马上呢，你要接受更多的挑战吗？当然。那有什么话跟准备挑战你说呢？只要你觉得你够强，欢迎你来挑战我。好，有意愿挑战一红的朋友，赶快上电竞 All Star 的官方网站啦。小林啊，小林，今天在伦敦似乎水沟没有那么落后，对不对？强比较多，所以你今天是碰到强者了吗？你跟他较量工作绝对是够好吗？非常好。哦，那你准备好好练习一下，下次挑战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然今天呢，输了这边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很好的体验和考场，这边的输家。你是输得那么开心哎？对啊。有奖励。还不错哦，对不对？给我奖箱哦。好的，那当然，这个就是现在在美国还有全世界说巨星最喜欢喝的这个提神饮料。所以我喝了一瓶巨星。你喝了之后应该会变成巨星啊！巨星啊！对对对，那就赶快在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见证之下来干掉他吧。那小林想帮忙一下吗？我觉得应该帮忙。为什么不要帮忙？这是什么？很开心哎！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对对对，可以吧？可以续杯。在喝的同时，我们再次恭喜一红成功，也恭喜我们开队啦！那么好的，马上为你带到了叫重温现场，就是在今年2月中下旬登场的台北国际电玩展。台北国际电玩展呢，2002年、2003年开始试办之后，大受欢迎，所有厉害的厂商在每一年的2月6日之后，都将它这一年准备登场好玩的游戏摆在台北国际电玩展。到底在2月份，台北的国际电玩展还有电竞界有什么厉害的事情发生呢？我们带你去台北国际电玩展。在2011年台北国际电玩展 PS3 摊位现场举办了跑车浪漫旅五 GT5 的亚洲杯总决赛，来自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还有韩国的亚洲各国好手齐聚一堂，在 GT 系列制作人3内1点见证之下，角逐全亚洲的冠军宝座。台湾选手罗廷祥还赢得了亚军，带走2000块钱美元的高额奖金哦。当然了，在 PS 的摊位上，还请到很多 hit 的歌手为大家来助阵哦。有玩也可以听，有东西拿，真是 happy 啊！哇，我们现在逛到了每家神店摊位，那特别邀请到宅男为之疯狂动漫展的人气团体 Candy Star 来站台助阵。哇！台下有超级的粉丝们，疯狂的展现害羞的真宅男们的战斗舞姿哦！带你晃晃2011年台北国际电玩展的时候呢，现在接下来要挑战唯一二人组的 Connect 运动大会 ，Let's do it！在美国卖翻了，除了运动大会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健身的游戏啊，冒险啊，开车游戏，大冒险，跳舞，还有跳舞啦。当然，我们运动大会是目前我一些智商你知道比较平庸的朋友来跟大家，我没有，这边了，这边了，开始了，好好练习的。当然，晚一点点，我们更多更厉害，属于不是这些朋友所专长的一些比较高深而且难度有深度的挑战，好好为你介绍。那么一开始呢，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朋友，要给这两个女生压力一下，因为这边阳气非常的重，都是男生一直在瞄这两个，很不公平。不过呢，今天请到这位美女，就像你热火会转一样，掌声欢迎来自东台湾之花南洋技术学院庄品馨的豆姐。粉丝朋友们，你的泳迷朋友和你的始终的未来老公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子。豆子，听说你在学校是非常受欢迎，是不是？这样讲会不好意思。你先暂时这一刻哦，
不进啊，数不进，数不进。他们追你的方法是怎么样的？那你看海，用尽奇招，说一两个厉害，让我们见识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厉害哦，上北营，上北看夜景，北营看夜景，对对对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因为我们喜欢看海边比较近嘛，然后会去看日出。两位电竞美少女，你看，你从来没有男生追过你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交过男朋友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还是完璧之身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可爱的女人啦，见识到了。好的，今天呢，准备为你带来这个好玩的游戏示范赛，输的当然有东西，请你喝。掌声欢迎豆子 VS 电竞美少女之尾鱼二人组 Connect 运动大会现在。好了，我们看到呢，旁边是 All Star， 就是今天的小鱼最厉害的短跑健将，另外一个就是东台湾之花了，他是黑人，我好狠哦，光头，哎，不光头哎，超级短发，对，而且还有点白头发哎，对啊，好，预备，不要乱跑。点零一，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
场的教练，甜饼王，对，甜饼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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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, 好，人右手伸起来，拿饼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知道会后劲力，又开始有点骄傲起来。可是前面厉害的几名都是差不多五六十啊。对。可是你丢的越大力，有时候你就越顺撑不了。对。OK， just take a look。你看这边六十八哎，哇，排在第七名，都没问题。人家说呢，甩肉身体不能动，对不对？手不拿到后面，你要假装手这样摆一下，然后就出去。然后有人说。要像天空那么抛，那有人说你身体要顺着出去，那有人说呢你要身体怎样什么之类，很多迷思，可是直接来最痛快，伸，没有伸啊。